漂亮，云彩，漂亮，漂亮，漂亮！你是哪儿人呢？河北人。河北。石家庄。你怎么跟跑云南的当导游了？来来来，我们自拍一个，自拍一个。来来来，我想跟你拍。来来，你跟我拍特别漂亮，真的。一二三。什么玩意？不跟我走，就在我后面，不能超过我。哦哦，不超过你，不超过你。给我有点纪律。找一个小妹妹，这里边是啥呀？找一个小妹。这是木果。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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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告诉你，你们其中一位的祖先，就是开创延朝数百年江山的严太祖。我知道了，我们家人跟我说过这事儿。对，家是骗你的，那你有勇气真投降了，就不知道怎么哄你好，知道吗？起码你自杀。你们要是不信的话，走。 我带你们，再次看一个地方。好，你们就清楚了吗？对，清楚了。走吧。走，哎，你们几位，来，我们来，走，来着。哇，这就是。 严太祖的尊容。哦，好累啊！这是吗？你看呢？哎呀，我的天哪！受我一拜！ 真的假的？拿出点帝王的霸气！您好好的保重。 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你们也不要灰心呐！啊，你们来看，这还有一幅画呢。哦，啊，哦，走，还有画。看见没有？这就是严太祖和子宁同乐的故事。奉天承运，炎黄帝诏曰。 今日乃炎执佳节，举国同庆，故此于宫中设百家肴，大宴群臣，钦此，宣群臣觐见。炎黄万岁，万岁！群臣呢？他就叫群臣。小臣，名伯，字群臣。 国师啊，我记得你以前的名字叫黄渤啊，你怎么改名字了？吾皇有所不知，此名乃先皇赐予我，那时候皇上还小，光着屁股，经常陪着你玩啊。那时候你还不懂事儿，那个时候就该改了名字了。明天我看你该飞韩国。国师啊，大喜的日子，就你一个人陪着朕。
是不是太冷清了？要不然咱就找点这个知书达理之人啊，这个进来一来显皇恩浩荡，另外一个这个也可以热闹热闹。言之有理，哎，对，宣国内所有知书达理之人觐见。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万万岁！万万岁！陈赫推坐，跪下说话。啊，有没有可以垫一下的？先跪下吧，快跪下吧。我这个跪下，跪的膝盖疼了。来，快让叔叔看看，来，皇上，来，快来看看，来，皇上，这个离远一点，把凶器收回去。我怕伤到你。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是武器。对，滋一个，让叔叔看看。好，非常好，特别好。坐，谢皇上。这个胖子稍微胖一点，这个人颜值还稍微好一点。你先说说吧，你的职业是什么呀？皇上，我是这个街东头那个有一个祥记绸庄铺的老板。啊，那你呢，小伙子？哎，那个皇上，我是我啊。小生来孔孟门生，自幼研习圣人之道，自曾经约过。说重点，我是秀才。非常好，这样吧，公公，今天是我们颜之国大喜的日子啊，朕需要热闹，打开宫门，放全国所有的百姓进宫。呀，这可使不得呀，皇上，这可万万使不得呀！草民进来了以后，被您倾国倾城、沉鱼落雁的颜值惊吓到不说，万一再行为不轨，把你的脸给挖了，吐了一地，这可如何是好呢？连日子，把国师拉下去，打20大板，30。好，走。摁倒。国师的屁股本来就不翘，再打两下，不翘。啊，就翘了，疼不疼啊？宣百姓们入宫，宣万民入宫。在哪儿跪啊？我什么东西？护驾，快来人呐！万民都进来，小心挤着皇上啊！你有病啊？问，就仨人，什么？还不跪下去？五体投地！哎，国师。国师，快看那个人怎么了？啊，那个人是个人才啊！他的目前的形体状况应该是不是刚刚被雷劈过，就是被手榴弹炸了，是吧？哎呦，妹，你们前面路太久了，我们等很久，有没？哦，啊，他刚才说的，来自西域，听他说希望这又一次感，能够感受到你的皇恩浩荡。啊，这个啊，要整机播这个只有10分钟而已，有没？哦，哎，有没有？I know, I understand. OK. 朕问你，这个如花似玉的小伙子，你是干啥的呀？哦，禀陛下，我是搞形体的。搞形体的？对，就是。搞形体的是搞什么的？就是搞形体的。皇上的形体好吗？当然。那你是搞形体的是什么意思？来人呐！把国师拉下去，30大板。这就不太对了。来，让我们新来的这两位秀才伺候一下国师。反过来。行了，别打多了，别打多了，别再打了，别再打了。朝廷之上，成何体统？是，别闹了啊！这位小女子，看你品相不错，你是来自何方，姓甚名谁呀？快报上来！上，太子石家庄歌舞剧院，我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看到你的尊容，我感激。看到我的尊容，感激。我觉得这个小女子身怀不轨啊。我担心他带了暗器，我替你搜一下身。你等一下，国师，啊、来人嘛！两位秀才，你还好打是吧？
帮是不是凡人啊？佞臣啊，奸臣，只有一个忠臣，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边就活不下去。皇上，你看他像不像？他像不像？我告诉你，这个棒槌就是给你的。我告诉你，你这个昏君怎么的？我就旁边多俩刺怎么的？给我拔了！来人，咋的了？把国师，你不就牛吗？贬为庶民，让他去要饭，要饭的来，快来，快来，快来当国师了！对，没当国师没你要，来来来来来来，你好，你好，没当国师，当国师，我早不想干了，我告诉你，当官吧，太好了，真是，无比的自在。现在朕决定，周冬雨，到。你啊，和那个死秀才换一下身份。我不想换，他的衣服脏。哎，你那个观念我也穿不上啊。那你想跟谁换？快跟哥说。他穿我那个。好吧，那你跟死胖子换吧。来，咱换衣服来。哎呀，一星穿的好。来，你好了吗？你去下边坐着，档次下去了。朕决定，歌女和秀才换。没把我刚换完呀，我这换成那样太难看了。皇上，皇上，弄好了，皇上。走。我曰，人分三六九等。我做好我的国师，我做好我的商人，我做好我的秀才，我做好我的形体，我当好我的歌妓，我就当这个要饭的怎么了？国是不国，人之不人，这就是命啊。昏君，佞臣，想不到啊，我堂堂一国师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们来世再见。世界如此美好，您为何如此暴躁啊？看着您面熟啊，您是算命先生吗？哦，啊，难道你就从此认命了吗？你有何良方，请赐教。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哦，我给你看一样东西，那个东西啊有神奇的功效。这是要干什么呀？看见没有，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龙椅，你只要坐上这把龙椅，你一念咒语，你就可以带着你的仇人穿越到你后代子孙的身上，然后你把问题解决了以后，你在这规定的时辰回到这儿，坐上龙椅，你就是新的皇帝。这就是计。这就是计。这是哪儿啊？
我家吗？哎，有人吗？给我开门！海公公，哎，怎么都是空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这些草民现在造反了，现在见我都不跪了。那个小胖子，你给我过来，给我过来。现在我为什么不跪啊？知不知道我是谁啊？什么红雷大叔？我是皇上。站这儿，咱俩谈谈。来，我问你，这是哪朝哪代啊？怎么大家都不穿这样的衣服了？啊，因为我穿越了。我穿越了？那这是什么朝代啊？快走吧，赶紧减肥。起来了，起来了，怎么能在这里睡？哎，出去了。哦，能在这里睡。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天哪，我这是怎么回事啊？虽然我大梦初醒，但我怎么看这几个字这么眼熟呢？战挑献急，济国猫天。皇上给我的圣旨啊，这是。圣旨啊。欢迎来到公元2015年。你们现在都附身在了后代身上。身份交换游戏，用瓢打比自己高一层身份的人，如果瓢被打碎，就可以进行身份互换。皇上抓住三个平民，游戏就结束。如果需要盘缠，可以到许愿林寻找接头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加油吧！罗志祥现在是要抓我，我要抓三个平民。我的目标是张艺兴、黄渤、王迅，这三个人实力不容小觑。所以我的身份比我高，我是在打皇上，万万不可啊！我们皇上是要来镇静的，不是、啊？你拍那边干嘛？你拍那边干嘛呢？你告诉你拍那边干嘛嘛？比我低一级的人是黄渤老师，还有张艺兴，还有王迅，我得躲着他们。我现在是第三级，我很快就要成为第二级了，我要去找小猪。找小猪跟他换身份，我要敲他的脑袋。太奇妙了，2015年的衣服很漂亮啊！啊，见过这个吗？这个很好看啊，这个。哎，这个是什么好意思？哎呀，太害羞，太害羞，太害羞！哎呀呀，这什么呀？这是？这怎么穿呀？我告诉你怎么。怎么穿呀？这个。哇，这样子好看的！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几百年后，几百年后好像跟我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哎，啊，我说谁在说话呢？原来是你呀！真好，我还有个伴儿。现在往哪走？往左还是往右？啊，往这儿走 ，OK。哎，这手里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现在的礼仪吗？哦，每个人手里边都有一个，这是干什么？哎，你好，你好，你好。啊，明白了。哈哈，我也有一个。啊，我们那个朝代见面都是作揖，啊，行礼。现在这个朝代很奇怪啊，看看。要不然拿一块板放在这儿，喂，要不然就是，哇，好怪啊！哎，入乡随俗，到了这个朝代就行这个朝代的礼嘛。哈哈，啊，不错不错不错。哇，这是什么礼仪呀？哎，这明明是腿，为什么还是黑黑的呀？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啊。穿的非常非常多衣服，要脱很久的，
每天睡觉之前要脱半个小时的衣服，早上起来还要穿半个小时的衣服，梳头发还要梳半个小时，还要化妆化半个小时。怎么会化妆？我说女生啊，啊不是女士，哎不对，啊女。这有好多布匹啊，还有丝绸。哎呀，掌柜的，你这儿的衣服都很好看啊，啊，可否送我一件？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有一些小。哎，掌柜的，请问你们这儿卖粥是吗？能不能施舍一碗粥给我喝呢？全是好吃的。掌柜的，这是啥东西啊？就是这个。我能尝一个吗？哎呀，2015年的人真是太好了。嗯，谢谢，太好了。哎，你看皇上吗？那边，皇上在那边。我小子来了，皇上。哎。皇上呀，罗志祥已经碰见罗志祥了。皇上，哎，国师，我们得先去取盘缠。取盘？取钱，我们跟谁取？啊？跟谁取？许愿林呢？许愿林在哪里？许愿林，你得问啊，你问一问呢。许愿林在哪里？哪里？远不远？他叫我先去取钱，那取钱重要还是打皇上重要呢？不对啊，取钱随时都可以取吗？那打皇上不见得随时都可以打吗？罗志祥跟上来了没有？来了，罗志祥来了。哎，小朱，哎，咱俩聊聊行不行？聊，我们就坐这聊，我们东西放着。小朱，只有你能打我，我不能打你。皇上，你听我说啊，你还记得我们上一集我们的感情变得怎么样吗？我们一起睡吧，我们一起，我愿意慢，感情才不会散。非常好，我们俩一块睡觉了。你看到我诚意，可以吧？坐这边，好。那离葫芦太近了，我信任你，但我不信那个葫芦。不是，好，我过来了。对，我过来了啊。对，这样可以吧？啊，这可以。哎。拿我自己的打我不行吗？不行、嗯、对，这肯定是我们俩商量商量我们俩商量商量之后我刚才只是想要这个动作一下。你现在有两个人抓你。皇上，我现在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嗯啊，你说我的双眼皮在不在？在。 OK， 现在有富商和秀才要杀你、嗯、我只有一个杀手，我只防你一个人就行了。其实我们俩可以商量商量，是不是我干掉两个平民以后，我们俩才产生进善。你的话能信吗？能，可以。有什么不能信的呢？我在这之前杀掉你有什么用呢？我也不能杀你，杀掉我也没有用。上一集我们情感很浓厚。对啊，我不管，还伤感情。你亲我一下，我才确定到底是不是。好了，印好了，盖章了啊。不打话，不打你，对吗？不打你。那我们结盟吗？结盟。啊，累吗？不是，这绑了。把帽子扔了，头不舒服。不要了，我的皇上的帽子都不要了，你国师破帽子要什么？扔了。不要了，走了。不是，不要了，走了。还有什么钱财乃身外之物？先把平民先干掉。好好。哇哇，我到了。哇哇，你怎么从这儿就钻进来？是呀，这好奇怪呀、啊。哎，这个朝代太奇怪了。哇啊，拿着砖头干什么呀？这个朝代的礼仪你知道吗？啊，所有人都拿了一块板，然后见着就是这样打招呼。有意思。这个我送给你了，作为对你的感谢。哎呀，谢。啊，厅长，你现在的任务你知道吗？
我知道。看见没有？你要在许愿林里头找到五块带数字的牌，加起来就是你这次要得到的钱。哎，但是我告诉你啊，不是钱越多越好啊，我这有限额的。嘿，这我知道没？嘿，因为我每次玩都是这样嘛，钱多了一定不是好事。抓紧时间啊！哎，数字的牌。我的天哪，这么多，哪有带数字的牌？请问各位有没有看到着装迥异的人？哦，韩博哥，我们是一起的，要干掉的知道是谁吧？啊，干掉的是周冬雨，还有黄磊。黄磊哥啊，楚小楼二，什么意思？好，二楼小厨，到了2015，连大家写字都从这边往这边写了，小厨。我怎么听到小厨两个字好像似曾相识啊。嗨，老师你好。哎呀，咱俩现在同级。太好了，我会保护你的。你一会儿别跟我抢，我要去敲小猪的脑袋，我就可以当第二级。咱一会儿去敲小猪的脑袋。我不能跟你一起。我看了前几集，他们几个都会骗我的，我才不跟他们结盟呢。这好难呐。啊，不光数字看到这个了吗？这个就肯定有事。哦，啊，这个上面带我们自己标志的。哦，哎，哇，突然茅塞顿开，给你一个。哦，谢谢。哇，突然茅塞顿开。哇，突然茅塞顿开。我觉得是从这边往这边开。哇，突然茅塞顿开，茅塞顿开住。哈哈，茅塞顿开，我就又找到一个。哎，这个大的。啊！你们看见红雷哥了吗？来了吗？没有，我们有这条路可以走。对，没事。到时候还有我这一道屏障呢。红雷哥，我在这儿。周冬雨，周冬雨。哥，你帮我挡他，哥。没事，他体力不行，没事，放心。我要去找他。哥，冬雨，哎，啊，咱俩可以结盟。结盟啊！你们要把红的给放走了。你跑不过他。你为啥不帮我拦着他？不是，你和小猪，他要杀我的。谁呀？是我们自己的人啊！又是我们自己人，我说了，是不是只有我？下。进去，听我的，咱们就是，咱们就是撬黄磊跟周冬雨，照着这个样子找，照这个样子，看他正反面，哦，照这个样子。要找几个？哎，王勋哥啊，这里。你们不用找吗？我们找完了。新皇登基！哇哦！新皇登基！哇哦！就在那个紧急情况之下，以皇上的体力，他应该追不到其他两位，所以我觉得，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身份，我应该要先去敲皇上。三个是三个人啊，咱们要不然进。黄磊哥，对不起啊！黄磊哥，对不起啊！为什么呀？
风力哥，我刚被逼到绝境了，我没有感受到你在帮我挡着冬雨的事情，你知道吗？啊！我现在听不见你说话了，对不起。新皇登基，吾皇万岁万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一定干掉你！登基戒指，新皇上，希望你在新的皇位多待几分钟。我们的皇上还是单身的，谢谢大家。新皇登基后，有权利向其他人发布一项任务，来获取自己逃跑的时间。除皇帝之外，所有人必须完成任务后，才可进行新一轮攻击。好的，我让现场的今天游客已经慢慢多了，每一个人要跟十个旅客合照，合完照之后才继续开始游戏进行。来来来来。自拍自拍，好了，这边合影的来，两张，谢谢。再来一二三，哟呼！够了够了，几张？拍完了拍完了，可以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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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了拍完了够了够了，快！哎，现在赶快埋伏，你埋伏那，你埋伏在这儿，记着别急着出，一定看准时机出来敲的啊。我在这儿，你在这儿等着。啊，黄渤来追我，我跑进去敲他。啊，你再等着我。你完了，你给敲了。我努力，我努力。Oh no！ 他怎么可能跟你结盟呢？他不能打我，我不能打他。我已经成功的帮助我们皇帝陛下干掉了黄渤了。我先把张艺兴的影子，先把我的下线全干掉，我就安全了。哎，黄渤，你是我奴隶啊，你要过来，来，过来，啊！皇上，皇上是要打我的，我得赶紧跑。他被皇上打了，哎。你是我的奴隶了，快点！哎，妈，啊，把我换过来了以后，然后你，啊，谢谢。你要保护我的，我保护你。对。小猪，哎，小猪哥在里面对吧？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都在里面。OK， 谢谢你啊，哥们太棒了。怎么不进来啊？只能在这守株待兔了。不上当了，没来啊？黄磊哥，你过来，我不会上当的。里面是不是有皇上？别说没有。这孩子学坏了，人家学到我的，继承我的衣钵了，已经有乃师的风范了。艺兴，艺兴，我师父黄磊。黄磊哥，黄磊老师，你可以出师了。哎，啊，你也学到你师傅的精髓了。来，跟师傅拉个手。不用了，黄磊老师可以了。你要不再过来一点？你过来一点。不，你过来一点。哎，我要摔一下，手摔坏了。你小心一点，你过来吧。大概到这个位置，好吧？这个位置。
是我怂啊，是我这身衣服怂啊。博哥，不如你过去帮我把一心抓着，拜托了，快点，只能这样子啊，乖，你要听我的呀，把一心抓着，快点，快点，快，快点，我堂堂一个巫师啊，变成了乞丐，还要当成叛徒，把一心抓着，抓王迅可以吗？一心，这个太善良了，我怕他受到伤害。算了，叫我一下啊。好吧，既然我现在已经是奴隶了，我就得按照这招来了。你作为奴隶是可以从后面截住他。我去截他，你过来，过来，叫你过来，没用了。你那一招哪能重复使？我不见了，他们不想吗？对，我只能往回跑。你从这边绕过去，从这边绕。对，我从那边绕过去。我引住他，皇上追他，我就叫皇上。你到我怎么那么不愿意跟你一块干这坏事？大哥，咱俩可不是。我到这，我跟你就是一头。你相信我，转过去，我当国师。对，相信 我还当国师。你就永远的国师，你在我心中。他当国师凭什么呀？哎，要当叛徒啊？这皇上还蛮好当的吧？别人打他机会只有一个国师而已啊，那我又抓到平民的话，我是不是就无敌了？我无敌了。陛下不好使了，他就跑了。谁跑了？我跟你一块过去。这样，然后呢？我现在就在你身边，我是你的诱饵。陛下，我想大便了。陛下，你这时候大便是不是耽误时间呀？没有时间大便了。不是，我至少先敲到一个可以保护我的人呢。黄渤保护你，我也可以保护你。要不你大便，我给你站岗。那后面有个特别干净的，我带你去。别，我还是要防着你。我不要害你的，我怎么可能？我对你的仰慕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一发不可收拾啊！陛下，你的脑筋，陛下，谁不知道呢？陛下，你的歪脑筋，我敲不到你啊，陛下。但是你会慢慢爬呀，你一步一步往上爬，直接敲到我的头啊！陛下，你的掉眼泪了，眼泪都。就这样。周冬雨看见了吗？看见了，在哪儿？这个面。真的假的？对。多长时间？我们跟他照相了。是吗？我看。这是我，大哥。这哪是周冬雨啊？这个是谁？这是黄磊吗？黄磊啊。这哪是周冬雨？哎呀，你连黄磊和周冬雨都分不清楚，你还照相啊，大哥？行了，我去找周冬雨了。居然把黄磊看成周冬雨，您太强大了。我第一次觉得丽江古镇原来这么大，我来了这么多次都没有觉得古镇有这么大。是吗？哎，我看见了，快。有人过来了。你怎么能暴露我呢？冬雨，我来了，藏得无影无踪啊！谁说我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是女的，找不着了。周冬雨消失了，周冬雨真的是瘦成了一道闪电，在我眼前夸嚓一下就没了。哎，你们看她长得面善是吧？没见到。我长得也挺面善的，我颜值不高吗？这冬雨躲在这儿，算了，我堵不住她了，我撤了。周冬雨，我撤了啊。我撤了。我觉得现在王迅死等我了，你看谁都没有死等我，张星没有死等我，博哥也没有死等我，人家肯定都聪明人都去那个许愿林去了，这个人死等我呀。哎呀，我一进去啊，他肯定是把门锁着不出来，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把他诱出来。那个你们谁去跟他说一下，说王迅走了，怎么样啊？你太聪明了，智商太高了，智商比红雷哥智商都高，他是我们极限三傻的大傻。这要做什么呢？哎呀，快快快快快，走！
哎呀呀！陛下来晚了，陛下我坐地上去。啊！听着，我跟你们说，你们要在上面，皇上，这样规矩我知道，我先出去帮你找牌去了。你先听他说规则，我先帮你干活去。好的啊，谢谢国师。一副奴才相，他哪是国师，他认识奴才。哎，身为一个奴隶，哎，就要像一个奴隶的样。我要帮他再找牌啊！刚才已经找了那么多牌了啊，哪还有可能再找到啊？伯哥，啊，伯哥，皇上，你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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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哥，我发现他们现在把那边当做一个聚集地，在哪儿？你知道吗？现在黄磊哥也在那里面，小诸葛也在里面，他用黄磊哥引我们过去嘛。然后过去完了以后，小黄磊，这不能敲啊，这不能敲吧？啊，这不能敲吧？不能敲，好像不能敲。能敲不能敲？可以敲，真的假的啊？可以敲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要杀！你要杀！你要杀！你要！OK，OK， 哎，皇上，我已经帮你找到第一个小牌了。他给奴才讲，你怎么知道？我再继续帮你找一下。哎，等会儿，我觉得你演奴才特别的。那两个奴隶也不能敲我是吧？啊，那我敲到罗志祥就行了。对。一心平民，王伯平民。奴才，奴才，你们终身跟着朕。为皇上万死不辞，为皇上捐躯，赏赐。皇上，红雷在这儿。红雷，皇上，你帮我把红雷引过来。我不要。哎呀，你还想跑，小样！你追我没用了，奶奶，你跑不过我，体能不行。哎，好悲哀的一件事情。怎么了？咱们现在已经是皇上的人了。对。现在只要找到王旭，皇帝就胜利了。我本来想回国当我的皇帝，没想到到这边依然是奴隶，好惨啊。那我们怎么办？俊，我的肩膀让你靠一下。我让你依靠，让你靠。看着罗志祥了吗？红磊来了。又开闸了。红磊哥，不，你相信我，你让不让我帮你吧？帮你，帮你，真的帮你。但你要答应当上皇上以后，赐我们恢复身份。对。啊！而且加官进爵，哦，加官进爵，我说话算话，说话算话，拉钩，拉钩，拉钩。红雷哥，罗志祥在那儿。上来！我能相信你们一行？可以，可以吗？因为我要大赦天下，记得吗 ？OK， 大赦天下，大赦天下，一定的，我说话算话，别骗我啊 ！OK， 好。我现在过去吧。该去哪？跟着我走。小样，你还跑？带着他。你现在能，你就能打皇上了。我就能打皇上，带着。你别这，我就不打皇上，你也别打我，对不对？我是想帮你，我就该敲你了。我想帮你回到王位。
陛下、啊，咋回呢？你看啊，这样你不敲我、啊，然后你帮我摁住罗志祥，我啪给他干了，干完之后我就皇上了，对，他就是国师了。今儿我跟你一块儿过去，啪，你把他干了，你把他给摁住，然后我看他就。对，你看他，你就是国师，我是皇上，这已经到天就快黑了，这时候我就把脑袋过来，我说陛下，你让回到你皇上，你回到皇位，我当国师，行，我升一级，你回到原位，不合适吗？那挺合适，成交不成交？对，你说一说，成不成？让我想想。行，成交，就这么定，成交，就这么定，怎么成交？来，有点仪式，我不管。我现在就给你先磕一个，你还是皇上。对对对，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老板。住，教宗。你脱我衣服干什么？你要对我非礼吗？不是，你要干什么？不是，我一个皇上。不是，你应该宽衣。啊，对，那我该宽衣睡觉了，是吧？来，伺候我睡觉。所有妃子都在宫里边等着您呢。好吧，你把衣服给我。皇上。你的衣服都馊了，被追杀的，完蛋了！这件衣服几个人穿过了？什么味儿？这是啊？闻出来了是吗？闻出来了。刚才是小猪是抱了我一下，确实是。小猪抱你了？猪味儿啊！一闻就猪味儿。我说的呢，全是饲料味儿。皇上，你这衣服太湿了啊！好在没有饲料味儿，你凑合穿吧。放上，快拿回来。我跟你讲啊，刚刚。洪磊哥不知道跟易清说了什么，拥抱了一下，啊？跟易清拥抱？不可以的吧，对不对？拉哥，你别，哎，不行，别让罗志祥看到。你刚才干嘛了，易清？你刚刚为什么要跟国师拥抱呢？你为什么？啊？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彼此取了一个彼此的信任。对啊，我相信你啊。你相信他了，你拥抱，我看到了。我看到你该拥抱了，这对吗？这对吗？那对吗？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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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对吗？不对，彼此许了一个心愿。对，心愿。你跟他拥抱干嘛呢？我眼睁睁看，我眼泪快流下来了。回答我，我眼泪也快流下来了。不行的。那皇上，是，你对我们有没有一点什么别的想法？不知道，不好意思，好歹我也是从乞丐爬上来的啊。你想从国师往下掉了吧？对呀、啊，您可不可以教我怎么当皇上呢？对呀、啊，我告诉你是这样，皇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全都是他的。是，所以呢，你说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他是我的奴隶，是好，我今天赐你，不要再当奴隶了，恢复你平民身份。哦，然后我就可以去敲别人了。对，不是。我呢，并不是平民，他要往上爬的时候还是会攻击我，那没人保护我。但你要想清楚，万一对面的有可能当王的人给我们这个机会的话，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对啊，你说得好，为官之道在于解决民间疾苦，若能为百姓解除困厄，必受百姓爱戴。对啊，好，平民听命，朕在此宣布，一心永远跟着朕身边，不许离开，保护朕的安全。听到没？啊，那是我被赦免了吗？没，是时准备呼驾。哦，而你，我让你重返平民，但你当你回到国师之后，你不能对朕做任何。你放心，我是一代忠臣，谢皇上。平身，好。我是一个展昭在我身边，可以帮我挡住任何关于危险的事情。喂，皇上，我们现在干嘛？干嘛？我告诉你，我刚本来一口屎要大家拉的，现在连屎都不想拉了。那要不要去厕所？不用。那去哪？去哪？去死！走。黄磊，黄磊。周冬雨，也可能他们的身份已经换了，但我要看衣服。皇上连降三级，打到秀才去了。我现在来人间呢，体察一下民情，微服私访。现在已经连降两级了，我这个皇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廉的皇上，对人民有益啊。大家支持我，耶！哎，怎么都往那儿跑啊？洪磊哥，
没打着。这也算。过来，再找去找个东西。来，小文干了，小文干了。捂好了，捂好了，捂好了，把头。来，倒手，倒手。哎呀，疼死我！小诸葛，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让我恢复平民之身，让我去掐一个人？然后呢？我想掐黄磊老师，但我一定会保护你。要不这样啊？如果待会你帮我敲到一个平民，让他们来保护我之后啊，我让你恢复原本的平民身份啊，让你去敲别人啊。但是我一个条件，你答不答应？什么条件？你先说。把你身上的钱给我。那除非这样，我现在把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你，那你让我马上要。你跟朕谈什么条件？现在谁是朕？谁是平民？我。那就听朕的话。皇上，你敢吃药？我要吃我的。你要不听到嘎嘎嘎？听到嘎嘎嘎吗？听到了。嘎嘎嘎。皇上，那个筋骨不大好。不错，休息休息。皇上嘛，来民间视察一下，好说好事，体恤民情，关心一下民生大计。啊，睡会儿休息一下，真好。老板娘备下了很好的酒菜，差不多中午可以吃一口。万万岁！万万岁！给我往死了打！老板娘，有梳子吗？这个梳完了以后能做，还能做皇上是吧？可以继续做。好。几百年的习惯。好。虽然到民间体恤民情，这个形象是不能变的。即使是一个布衣，一介秀才，我要保持这个本王的尊严，朕的风度是不能丢的。这颜值也太高了，我怎么一直不见了？皇上，哎呀，不怕了，哎，你刚刚去那边这么久没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脚，我真的就是看了一下情况。然后呢？你是不是谈了什么条件？没谈条件。你眼神骗了我，那眼神背叛你的心，你的眼神背叛了你的心。我在干嘛谈条件？你为什么偷笑？你为什么偷笑？你心虚，你是不是心虚？啊！没谈条件，我让你社会平民。真的？钱给我，钱给我。我让你恢复平民，让你敲别人，我让你放声去跑。来，给我，我给你一百，行吗？不要，全部给我。啊？全部给我。你快一点呢、啊。没了吗？没了。好，我赦免你，现在变回平民，但是现在对不起，对不起。你还是变我奴隶啊！啊！走，跟我走。你们刚才看到黄磊了吗？往那边跑了。这个老狐狸，这个老狐狸可不是太好瞧。他肯定又找别人接盟去了。咪咪咪咪咪咪咪！哎呀妈，老公，我可崇拜你了。真假的呀？兄弟，这个媳妇长得太丑了。媳妇是有智商的。谁来了？哎呦我！别吓我们。上来上来上来，要敲牙，要敲牙，要敲牙，黄渤呢？啊，黄渤，你姓哪头的？一信，抓住他！一信。一信，快！
你先站住！你再动会儿。走。你干什么不抱他呢？放手了。你放他走了？没气了呀，我。找小猪。在下面，小猪在下面，小猪。王旭，来，把钱给我啊！钱给我。春天，你刚刚拿了传单？没有。你有没有去？来，没有钱。你有钱？我有钱吗？你有钱啊？我没有钱啊！没钱，没钱。你给我钱，我赦免你。真的？真的？啊？真的真的？真的啦！哎，我是你变回平民，那你能换吗？那我也可以换吧。你等一下。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小心翼翼啊，我跟你说小心啊。皇帝陛下，万岁万岁！哎，等我，等我，等等等等等，等我，等我。我先让皇上把我的下线都干了。孙红雷是你的克星，我是孙红雷的克星，我保护你，我可以干掉孙红雷。你别打，我就不打了。你也别打我，我想帮你回到皇位。你怕皇上，皇上怕我，咱俩一头。我保护你，你是我的诱饵啊！皇帝陛下，万岁万岁！哎，等我，等我，等等等等等等，帮我，帮我，别站队，别站，别站队，别站，不对，不对，他们要保护我呢。我们还没来得及，陛下。我已经跑过来了，陛下。臣罪该万死。陛下，我已经跑过来了。陛下，你我正在给你掏钱呢，陛下。陛下，你休息会儿。陛下，陛下，请叫我陛下。我一个脏心眼伺候我呢。本王，对你先说本王之前，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就有这个预感。从他在计划他们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跟我联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有可能会当上皇上。那肯定，关键他有我这样的媳妇儿，不然这个媳妇儿，我跟你怎么没眼光啊？我也是瞎了眼。来吧，本王受你们一拜吧。来，吾皇万岁万万岁！皇上驾崩啊！驾崩！皇上驾崩啊！皇上驾崩了，驾崩了！黄磊又登基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我跟你说，这真是跟过去历史书写的一样，精于算谋，下去心怀叵测。抱一下妈，抱拜一下啊！回头有朝一日，我们也让所有人跪拜在我们面前，好吧？好。跪拜吾皇万岁万万岁！啊，我会替你报仇的。答应过小猪，小猪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对我有恩，他大赦了我。那现在，我也有义务帮他拿回属于他自己的皇位。朕要赦免一个奴隶。对，赦免你俩谁呢？让我换身衣服，皇上。你们俩谁想赦免？我。你呢？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赦免好还不赦免。皇上，皇上，别听奕欣的话，奕欣是贼中之贼啊！皇上，皇上啊，帮过你的人，他当我奴隶还跟别人联盟啊！洪磊哥跟他说什么了？你先安静。洪磊哥跟他说什么？当我如果我当上皇上，我就让你赦免。洪磊哥说什么？说他当上皇上要给你赦免？对啊。嘿，他当什么皇上？你绝对信他的，信本王的。夫君，你们那有什么？夫君有什么表示没有啊？哎，等一下，现在。夫君，你不能一直这样看着这么一个糟心的媳妇儿啊！不要让本王再看到你。谢主隆恩。本王要发布一个命令，对吧？我宣布，啊，每个人去找一个足底按摩，自己付钱，啊。做一个强力足底，要疼的叫出来啊！先别动啊，咱俩商量商量。
我们互相按摩就行，我们一定要找足底按摩的什么地方，我们不需要，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完成了就行了。我先给你按好吗？按一下就算了吧。要敲的是吧？该我了，该我了。来，哎呦，得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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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时间到了，你就中到了。行吗？够了吗？够了吗？我腿抬不了那么高，怎么办？你脚不臭吧？不臭。有什么灰指甲？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传染，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得完成任务啊，快点，一点都不舒服，太不舒服了，罚钱。你脚真重，我没骗你，扶着我。你让我扶着，一会儿站不住了，赶紧扶。赶紧扶。我了。我就知道。啊，看见了，看见了。我们现在就到水韵佳人足浴场，老板能不能商量一下？给我捏一下呗，有您就行，您就帮我捏两下，我就算我一叫就算完成任务了。你啥去着？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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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哦，哎呀，哎呀，哇，太舒服了，哦，哎呀，哦，哎呦，哦，好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师傅。谢谢，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看见黄婆了吗？黄婆，周冰雨在哪？啊，跑了。周瑜妹妹，飘了飘了，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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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你多漂亮，穿上这一身。来，我们俩合个影吧，姐妹。我不想跟你合影。我们俩姐妹不能合个影吗？好吧。来吧。哎，我敲了你，是不是你的钱给我了？啊？两块，你我是什么人啊？没见过世面都这样。啊，忙的是足底按摩，脚底按摩。我们现在先往里面走，我们先往里头走。可以可以可以，这边可以。好，哎，我跟你说，刚才我欠你的人情，你把我赦免了。其实我现在要敲的是你。对啊，我现在选择，行，我还是拿你当皇上戴，请坐。我们互相坐就可以了。不，按小腿就可以了。啊，按小腿就可以了，按大腿就可以了，小腿就可以。但是我也需要按的。我们互相按是吧？对对对对对。你抱一下腿就可以了。哎，不好意思，抱一下腿就好啊。你们有人看见黄渤吗？我这边过去了。孙红雷吧，孙红雷在哪？孙红雷。啊啊！怎么了 ？OK OK OK， 好了，我们算按完了哈。哎，我现在保护你，我现在我不敲你，哎，给我一个，快走，快走。救命了！哎，
哎，可是我这也碎了，这也跑不掉了。好好好。哎，戴上戴上戴上，又在你手里边一次，又恢复平民身了，恭喜你啊，小布儿啊。老板。啊？谁呀、啊？哎，我。390，来，吾皇万岁，万万岁，诸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祝皇帝早日驾崩。哎呀，冬雨啊，谢谢你啊，我这一上午我终于恢复我的男儿之身。哎呀，没胸的感觉真好。我现在要去收拾他们。我要逆袭，我要当皇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你给我点勇气啊！我觉得你还是快跑吧，一会儿可能你就又……哦，你要杀我？那我先撤了。好，现在我当皇上要赦免一个奴隶，一个奴隶。那我要赦免一心，来，准备赦免，三二一，赦免。继续当我奴隶啊！你这一生为奴，你怎么这么倒霉啊？你这一生为奴啊！你是，说别笑，再写一个展昭，你到底那几个招？那个一星，一星，你别难过啊，你就好好给人做奴隶，我会替你复仇的。皇上驾崩了。圣旨到啊，在哪里？打开！哇，又来了个选手，什么意思？想要抓住他们吗？想要知道他们在哪儿吗？我可以给你们干里也，对不起，我可以给你们千里也，顺风耳。快来万古楼吧，我在顶楼等你们，先到先得。这就是万古楼啊。先到先得，哇！你来个什么？这个好像是张艺兴要戴的帽子。你来个什么？掌柜的，你这个官帽怎么卖？便宜点，便宜点，我身上实在是没钱。怎么样？十块钱，十块钱。我是发给人家卖的，拿不来。13吧，我就3块钱零钱。然后你再找我90，怎么样？啊，谢谢，13块搞定，怎么样？帅吧？哇，看到全景了。好漂亮啊！我们刚才就在这里边，太恐怖了，这怎么可能能找得到人呢？他们竟然能够抓到我，哇！胜利！哇！先到楼顶。啊，怎么？我们越开屏才能上去。孔雀开屏，刚才有人已经上去了吗？啊？哈哈！猫哥，谢谢猫哥，谢谢。啊，我们。孔雀妹妹，看着屏吧，看着屏吧，看着屏吧。开屏了，哎呀，孔
确啊，他是这样的，见到长得漂亮的、长得帅的，才会开屏。哎，证明了本人的颜值在我们岩巢应该是最高的。是在上面吗？啊？是是。哎，谢谢。太高了。呀，欢迎光临。啊，欢迎客官。哎，啊，这我就送你一台手机。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颜色鲜艳，颜色鲜艳，瞧瞧瞧瞧瞧瞧。别喊呀，开屏啊。你刚怎么让他开的？我去，长得帅呀！我给你试试。开屏吧！哎呀，你别干扰他，你远离孔雀500米，我把它弄开屏了，怎么样？好，来来来，你叫你叫。我得跑了，对不起啊，我得跑了。你去哪儿？我就跑了。哎！你别笑我，别笑我，别笑我，来，别笑我，来，哇！来，别笑我，别笑我，别笑我，我笑了。看见黄渤了吗？没有，没看到。还没来。黄磊呢？黄磊进去了。黄磊进去了，我现在可以杀黄磊了。现在黄渤，你们谁看着黄渤了？先上厕所。哎呀！我打你对吗？对呀、啊。对不起对不起，皇上你笑。我才是颜值帝，黄磊，你是个 loser， 你上不了我的。看到皇上还不赶快下跪？对不起，皇上进去吧。回禀陛下，我听说孔雀开屏的话，需要你长得足够漂亮，颜值足够高，然后他就开屏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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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帮助你们，我已经知道诀窍了。刚才、怎么动？子弹！哇哇哇哇哇！哥哥哥哥哥！哇！快！快！这鸡！哇哇哇！刚才他已经开了一次了，有开过。王迅已经开了。啊，开了。啊。他审美不行，你知道吗？看到王迅开屏。哎呀！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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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是王迅，我爱钱，你帮我开个屏好不？哇哇哇哇哇！哇you
姑娘。啊！你要打打吗？打不了啊！打这不是打一个不是？先等一会儿，等。我不打。哎呀呀！哎呀哎呀又打我脑袋了。来，再打我一下。不打了。你开心就好了。我要去打黄渤，干掉一个比较威胁比较大。咱们一会儿赶紧帮你把那鞋打了。爹，你转的真快，我点个点个赞。哎，把那鞋打了，好了。最后一关是王雪。对对对。这可以吃吗？啊？可以吃。飞哥，想吃什么吃？我吃个苹果。好吃吧？实在是想下口。谢谢。这一看也是我们丐帮的兄弟，醒了以后吃啊，放这儿吧。我们丐帮真是不容易啊，真的。欺负乞丐呀你啊！我跟你说，我们丐帮是有打狗棍的，我们丐帮是有打狗。赶紧撤离，赶紧撤，赶紧撤，赶紧撤。咱俩是死人，对吧？你还能起死回生？也不一定啊，皇帝万一特赦了我呢？黄磊想要改变局势，都听到。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如果红雷哥把皇上给敲了，红雷哥要敲了皇上之后，他就得特赦一个人啊，特赦咱俩就有一个人能活了。活了以后，起码不用做奴隶啊！啊，叫奴隶回来，叫奴隶回来，你说不用他去。哎，两位奴隶回来。红雷，我是死了的，我是奴隶。磊哥，一心回来。不是皇上。快！皇上，您不会给我赐死吧？你们快！那小猪在上面呢。局已经定了。一心来。定什么定了？局已经定了。定什么定了？我们现在把所有人敲掉你，游戏结束。敲掉我，他们现在。我来抓你的。哎，皇上，没事。你是让我赐死，给我赐死。你先坐着，你别动。过去抓住他们。好嘞，皇上。不行，危险。危险啊！危险，你坐好。你说你这个人坐的，啊？但是太柯南了，脑筋动得太清楚了。完了，他们完了，他们死路，死路，他们死路了。一心抱着他，抱着他就结束了。一心，就一把就抓了吧，一心。真的，一把抓住不就结束了？一心，我哥，你可以过去，不能往后行。一心，小心。哎，壮，我你打不了。哎，壮，我中，你打不了。我中了，我先的。你他先打的。我先的。他先打的。我先的，耶呀呀。哇！哎，还没结束呢，皇上。哎呀，皇上，重回国师路。现在的皇帝是王迅。大胆，斩牙。
现在的皇帝是罗志祥，如果他能在16:30整到达玉龙雪山之巅，并坐上龙椅的话，就能永远成为炎朝的皇帝，而其他人的身份也将固定。啊，就固定了，我们就固定。哎呀，带上小红花就再不摘了，并将跟随皇帝返回炎朝，彻底失去翻身的机会。不论你们是想继续保持皇帝的地位，还是希望改善自己的身份，这都是最后一搏的时候了。小波，小波，你想当皇上吗？皇上都走了，我跟未来的皇上先聊会儿。那个皇上没用了，那个。谁说从你最有机会的？你想要当皇上？皇上，你来个眼神，你来一个忠诚的眼神。皇上，不是小波，你来。皇上，你看，你得感觉一下，你感觉这个，你感觉一下，你感觉舒服舒服不？舒服不舒服？皇上，舒服不舒服？舒服舒服？皇上，你感觉一下。皇上，等等，背后先等等，你感觉一下。我操，这感觉真的不太一样。舒服舒服。未来的皇上。皇上，革命尚未成功，你们在抢？不是，咱们五个人干，六个人干的。早当皇上不是皇上，往死弄。我们三个奴才先潜伏到他边上，啊，一会儿咱们山上见，啊，好，咱们一会儿见，一会儿咱们见呗，一会儿见，都是革命同志了，努力啊，你们。不得不求助你了，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做呢？是灭掉皇帝，还是先偷偷的潜伏在里边，最后一个保住皇帝？我要怎么做呢？什么？哦，他刚才跟我说，说之前我所有的报复，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想清楚。其实你看这外边的群山很险峻，更险峻的是每个人的心啊。黄渤在小猪的前面，他是等着小猪到的时候要干掉小猪。你现在不追就没机会了。啊，他在小猪的前面。我必须要离孙红雷远一点。你看他现在努力的在往前走，他离我越近，危险就越大。我给你个任务，这边等着，挡住红雷哥，挡着红雷哥，我会看你的表现哦，我会在上面看你表现哦，不要让他上来啊！我没办法不让他上来，他能力有那么强。我让你挡住他，我尽力啊。你可以往上走，小心点扶着。给你调。往开开，走，起来吧。一星，你忘了？
你忘了我们极限三傻了？皇上，我有什么任务没有啊？挡住黄磊哥。是。刚才有给你们引过什么吗？现在你挡他没有？你推开我们呗。我你推开我们一下。起开。推开我，推开我呀！起开。哎呦，哎呦，起开。哎，起开。哎呦，哎呦，小心。高原雾已经不行了，晕死我了，好晕啊！这有多高啊？4500多。快，我自己拆吧，我自己拆，谢谢。哦，谢谢。老总。休息一会儿，听我的，站一会儿。快，给他氧气。再次听我的，张艺兴，不能愣来，站一会儿。艺兴本来他那个缓口气还能走。艺兴真的别硬来，听话。一个使劲吸到底，慢慢吐，深呼吸。好，休息会儿，原地休息。你等氧供上来，别着急。我是一个展昭在我身边。除了展昭呢，就是可以帮我挡住任何危险的事情。那个任务，挡住红雷哥。我会看着表现哦，我尽力啊。一心要玩命，一心不在这一时哎。行，我们不抢了行不行？我们不要了行吗？我们一块上去行吗？极限挑战，这都是个命，这都是命，就差最后一点了，登上去。我就是 number one， 极限挑战，我在雪山，我要帮王小猪帮助这一任王伟，我再回前朝，成为我的国师。unbelievable 啊 ，unbelievable， 极限挑战，我们已经挑战你们极限了。差最后这几步了 3 2 1 yeah， 我见到了，我终于见到了，哇属于王的，属于 king 的，这么美丽的风景属于勇于挑战的人的。我登上来了，第一个，所以我第一眼见到了这么美丽的景色。
未来皇上，皇皇上。有朝一日，我们也让所有人跪拜在我们面前，好吧？就在此时此刻，我依然有可能成为王，他对我的诱惑依然是有的，在雪山之巅。王快上！王快上！皇上，皇上，你先别上去，他等着砸你呢。我替你上去抱着他，相信我，小猪，小猪，我不要你们反我了。你选择相信我还不相信？我相信你的。这样，你含住了，含住了，含住了，我喷你就往里吸。我没事儿。现在几点了？还有五分钟啊。不动，先上来再说。选择哪位？选择哪？皇上。登基大典，我要赦免一心。你可以敲人了，你可以敲人了。其实最后一秒钟，我依然。一秒钟，我依然。我相信你的。他相信你，皇上，我们等着。皇上啊！皇上，他当国师已经赚了呀。皇上，他当国师已经赚了呀。他是乞丐上的。他当国师啊！皇上，你是明君啊！皇上。皇上，你是明君皇上，时间到了没？博哥，博哥，一步之遥。博哥，剩几秒了，导演。王博哥，十，太久了吧？九，王旭走开，王旭走开，七，王旭，六，别瞎抢戏，五，四，我相信你的，三，二，我堂堂一国师竟落得如此下场。你把问题解决了以后，坐上龙椅。我相信你的，三，二，一。我在先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忠臣。我从现在开始，我效忠于你。其实我现在要敲的是你。对啊。我现在选择。一，一，敲他！敲他！什么？成也失败了。我是最开心的，我估计我比皇上都开心。从一开始的遭遇，我贬成了那样，不枉我潜伏到几百年后，终于找到一代明君，我们的严国真正的有了一位阎王。所以说我还是忠诚的辅佐在他旁边。哇，很感谢这个极限挑战呢，给我这个机会登上了雪山，看到这个美景，相当的感动。我很荣幸可以成为这个极限挑战的一员，谢谢大家。这是这个，来，大家手都抓紧。这是，谢谢，这是中国的真人秀史上啊，有史以来登上最高峰的一次真人秀，我们为此感到特别特别的骄傲。最大的感受，为我们团队极限挑战，这就是命。
上香了。我妈来救你了。老哥，老哥，